起攻略可谓美女如云，由张嘉倪饰演的顺平更是堪称本剧最佳。其原型是家喻户晓的香妃，长相绝美，身带一香，由张嘉倪饰演的顺平更是妖而不艳，艳而不俗，一身异域风情的装扮把皇上这个大猪蹄子也得目不转睛，心疼我们璎珞三藐。然而看似纯真善良的顺平在剧中却是个极其恶毒的大反派，挑拨了皇上和璎珞不说，还间接害死了我们的明月小可爱，可以说是不了尔情的后尘。但是剧归剧，演员归演员，总有些极端网友分不清剧情与现实，跑到张嘉倪微博下对其进行辱骂，看不下去的小姐姐霸气回怼，简直大快人心。不得不说，张嘉倪饰演的顺平真的太美了，风情万种，风韵十足。从当年天真烂漫的紫菱到今日的顺平，张嘉倪像去了防腐剂，不仅没变老，还愈发明丽动人。你根本没法想象这样的她早已身为人母，甚至刚刚迎接来了第二个宝宝，看着他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实在是令人羡慕。张嘉倪是娱乐圈里少有的早早就结婚生子的女明星，从恋爱到现在和老公一直十分恩爱，微博里随处可见的撒狗粮现场。身为辣妈，张嘉倪晒得最多的就是自家宝宝，离开一会儿都异常想念，怎么看怎么可爱，也是妥妥的儿子奴了。然而微微最想问的还是，为什么张嘉倪一个有了两个宝宝的人还是这么的少女，挡不住的元气感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扒一扒这位少女辣妈的穿搭气质型穿搭。张嘉倪可以 hold 住很多类型的造型，复古风格的造型气质绝佳，一袭红裙也可以气场强大惊艳全场，露肩裙装则展现出她性感撩人的一面，精致又迷人，随随便便一个眼神就能摄人心魄。荷叶边的白衬衫和白色刺绣连衣裙造型则更显温婉气质，清纯而淑女。身穿金色印花的灰色长款礼服裙的张嘉倪端庄典雅，胸前的透视设计隐约中带着性感。身穿一袭白色印花长裙的张嘉倪置身于花海之中，恬静美好，是花仙子本人没错了。黑纱笼罩下，性感的吊带长裙若隐若现，夸张的耳饰点缀的恰到好处，整体充满了艺术感的气息。身穿白色蕾丝一字领小礼服的张嘉倪像小公主一样甜美烂漫，对着镜子做鬼脸，白色蕾丝长裙、格纹裙装、雪纺拼接长裙皆优雅大方，将张嘉倪身上的淑女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粉色亮片裙则亮丽灵动，保持气质的同时增添了一份少女感，可爱的泡泡袖设计也起到了减龄作用。张嘉倪肤质雪白，还特别适合红色领结设计的红色上衣，气质满满又充满活力，透视网衣搭配红色吊带裙子美艳动人，印花衬衫色彩亮丽，凸显气质的同时又不乏味，最适合和闺蜜惬意的喝下午茶时穿着了。身穿露背小上衣的张嘉倪大秀美背，搭配浅色牛仔裤，气质清新个性型穿搭。前排看秀的张嘉倪身穿不规则设计的拼接连衣裙，气质满分的同时个性十足，简单的黑色连衣裙因为袖子的不规则设计而变得与众不同，气质和个性两全。大火的 oversize 款西服也是张嘉倪小姐姐的最爱，玫红色的格子西服搭配黑色皮裙，活泼靓丽，红领棕色西服搭配牛仔短裙，复古时尚，饱和度极高，超容易翻身的绿色西服也被张嘉倪穿得很好看，配上 off-white 标志性的黄带子，时髦度爆棚，白色廓形衬衫造型感十足，黑白配色帅气迷人，黑色秋可的点缀的恰到好处，白色 T 恤搭配破洞牛仔短裤，年轻时尚，外套袖口不规则设计的粉色条纹衬衫，个性与少女感并存。除了西服， oversize 款的牛仔夹克也是小姐姐的最爱之一，除了下身适中的穿法，也可以搭配长款外靴，大长腿的魅力一览无余，运动型穿搭，大廓形的黑色连帽卫衣帅气随性，金属链条的装饰嘻哈范儿十足，或者搭配格纹元素点亮造型，
蓝色棒球帽和斜背的运动款包包同样活力满满，粉色连帽卫衣少女感满分，瞬间回到18岁。满屏的青春气息，哪里看得出来张嘉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黑白色的米其图案唯一趣味十足且年轻时尚，领口的假袖口设计很是独特，拿领口挡住大半张脸，在娃娃机前摆出搞怪动作。天哪，微微忍不住惊呼，这个小姐姐怎么可以如此可爱，最最简单的运动款背心也能被张嘉倪穿得很好看，搭配运动紧腿裤，头戴棒球帽，舒适而充满活力的造型，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身穿黑色运动夹克，头扎丸子头，大秀美腿，求偶遇这样美丽的小姐姐。虽然顺平娘娘下线了，但是我们的女神才刚上线，希望未来也一样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角色。